离愁。自从进了管乐团，我们从懵懵懂懂的小 B 团到 A 团，跟着指导老师及学长姐们慢慢的学习，慢慢的进步。看着学长姐们上台演出比赛，那种团结的精神都是我们崇拜的对象，更是我们期待往后的自己。每天早午休，从及周六的团练，大家都有为全国比赛及各种表演奋力一搏的精神。从去年看到学长姐们拿下全国特优第一名，到今年我们加入也得到特优第一名，都要感谢学长姐们的优秀演出及师长们的指导。我们知道该是我们接下这重担的时候了，学长学姐们放心的去开阔更美好的旅程吧。带着学弟妹们的祝福，迎向你们的国中生涯。祝福你们在未来的校园里永远都是那颗最闪亮的星星。